像今年的话呢，我们陆续的会重磅推出一些新的新品，像牛蛙虾，然后还有一些寒扇虾，对，这些可能就在市面上都是没有的，都是我们首创的，也是我们首发的。 杜林街呢，它本身就是现在在整个城市规划里面，这个片区呢，它属于是武汉的历史风貌区。那这个房子它现在应该最早应该是在民国时期，就在原始的，就是那种叫什么老房的那种结构里面，我们加入一些新的一些科技的元素，还有一些时尚的这样的一个碰撞，让武汉小龙虾这个这种名片，让全国或者说全世界更多的人知道。对。